今天就一起去体验看看这个未出国体验，它在机上还有机场有什么样的相关体验活动咯。 Let's go。候机室，然后在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是候机室的一些体验活动，可以穿韩服啊，还有一些抽奖摸彩的跟韩国相关的体验活动，可以一起去玩玩看，等一下再拍给大家看。这个是今天的活动看板，我们搭乘的就是台虎想念号，然后韩国想见你的这个体验活动。然后活动地点是在 B1 的候机室，九点到十点之间是 check in 跟候机室的活动，然后活动会进行到10:40以后，我们就准备登机，然后搭乘想念号到济州岛的上空，准备 check in 哦。等一下我
箱，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啥。是什么？折价券，上网的网卡的折价券，150块钱的折价券。然后哦，兑换的回执联，回执联有点类似机票的那种纪念的概念。哦，好多张哦，还有这个台虎假期的7加9折。哦，折扣也是折扣券，对，500块。哎，你们家的易飞网跟虎航的。这是保养品。保养品 ，OK， DM。没了。没了。耶、yeah, ，我们要进去候机室。对，没错。哇，好难得，机场这么空空荡荡，舒舒服服。我要关喽，拜拜。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哦、只要闯关成功、哦、就可以回来我这边领一个限量的卡夹。哦，好，谢谢。去玩闯关游戏。这个挑战游戏是打画片，好，成功将地上的画片打翻。很难耶、欸、我来看一下头壶，这是第二关，头。更多的合作，带给所有旅客更多的满足与期待。谢谢大家。
非常好的商品，为各位台湾喜欢韩国的人创造出最有亮眼的旅游商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交给DJ王俊曼。谢谢大家，请慢镜头，请慢镜头，一起做合照。恭喜恭喜，可以获得我们精美的礼物。然后谢谢我们的陈董事长，也先请回座。是刚刚拿到的那个韩国零食，零食包，我们来开箱一下里面，看看有什么东西。这个扇子也是，那质感超好的。真的。第一个是小鸡面，鸡面，这是那印度的吧？是，它是韩国的吗？好像是，然后这个好像也是韩国的。韩国的，就是有点像是蛋糕吧？对，蛋糕，水果蛋糕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好像也是，啊，我好像。甜甜，它是抹茶吗？甜饼，对啊，好像里面是有抹茶的。也是韩国的小鸡面，第二个口味。哦，那个腰果，腰果，对，要用中文，蜂蜜腰果，上次去韩国有买，它有超多口味，真的，而且有又是哎，对啊，它超多口味，烤玉米口味，两包海苔，海苔，韩国一定必买海苔，烤海苔，这个。看起来蛮厉害的。对呀、啊，然后你好玩吗？好玩。这也是，哎，这好像是大蒜面包。对，大蒜面包。然后，你这个软糖，软糖。哦。然后，记者欢迎你。嗯，这是那个介绍的。对。就是我们疫情结束之后就可以去这边一周，还蛮细心的。还有吗？果汁，果汁，这是什么果汁啊？梨子汁，水梨汁。然后这个是济州的地图，然后可以留到韩国，可以去韩国的时候，希望明年就可以过去了。对，蛮大张的，好像地铁也有，哇，真的蛮大的。济州，对，我们今天要飞去的地方。放旁边还有吗？我觉得最厉害的，虎航的防疫包，它这个质感超好的，它是雾雾的，然后是滑滑的，前面是雾面，后面是黄亮面，然后里面有口罩，虎航的口罩，还有它的 logo， 哇 ，logo 哎，好可爱哦！哎，它的那个口罩的那个收纳的，收纳袋，有吗？没有，还有它的，而且我还听护语，我还听护语。干洁液，干洗手之类的，75%的酒精，然后它的小卡片，小卡片，防疫包，质感很好。对啊，它整个袋子就这样，整个袋子好划算，超划算的。就是我们刚进来那个体验活动的开箱，零食开箱包，回去可以吃，吃得很开心。OK， 我们刚刚。那个候机室已经体验完了，现在要搭接驳车去搭飞机了。Go！
位置不算大，因为要两行。然后等一下听说会哦，韩式炸鸡，都超饿的，超期待韩式炸鸡。酒，还有酒，对，青酒，给我来一首。To inflate light vest, put on the red goggles or blow into two mouth pieces. 必要时，您可以使用救生衣上的口罩和警示灯。本班机一定备有婴儿救生衣，可提供婴儿使用。For attracting attention, you can use the whistle and the light. Inflate vests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is aircraft. 身边所有的乘客，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now, there's some turbulence. 今天吃的是韩式炸鸡，超期待的韩式炸鸡。炸的还蛮不错的，然后那个韩式辣酱的味道调的蛮好，虽然看起来卖相不是很好，不过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我们已经到桃园机场了，结束了微旅行的体验。然后现在在排通关，去右手看到了韩国济州岛的瀑布的天空的云，很可惜没有看到济州岛。对，下次再过去，亲自下飞机过去。今天的行程好玩吗？好玩。吃了韩式炸鸡，好辣，然后拿了很多的纪念品，伴手礼，对，伴手礼，开心，丰富。我们等通关啊，后面通关出去了。拜拜。今天的虎韩未出国体验。韩国想见你，台虎想念号的介绍就到这里咯。如果喜欢我的分享，请帮我按赞、分享或是订阅我，给我一点支持吧，谢谢你们。